十二点半，啊，告诉我啥，煞未记咧煮中昼。啊，子明，子明，你中昼要食啥？妈，中昼就咱两个人食，简单就好啊。无安尼啦，昨昏吼冰箱啊剩一寡白饭，啊无咱摕来，家炒一寡炒饭，安尼较简单啦。好啊，炒饭上紧啦。好，安尼我来煮吼。妈。 妈，你休困伫咧耍哦，一定是坐伤久啊！来来，去遐休困吼，中昼我来煮。来来来来来，我紧啦，我紧啦，啊坐坐就好啊。来啦，来啦，你来。好啦好啦，好。早起啊，坐一波啊，安尼休，感冒有一点仔酸。哎，就坐咧，好好休困，无我会种，干咩？哦。好啦，互你煮的，互你煮，啊无咧赶时间。 你莫想紧哦。好。哎，唔对呢，我煞未记咧下晡你爱上班，安尼敢会赴？妈，我是伫咧餐厅做食的，脚手怎咩，当然会赴啊。对啊，我煞未记咧讲，阮囝以后要做大主厨。我来去煮啊。嗯。那个菜单，好。 你怎么让客人点4块啊？菲力牛排只剩3块而已啊！我忘了吗？你去跟客人解释一下，看他们有没有人愿意点别的。可是他们是专程为了菲力牛排而来的，这样不太好吧？对啊。好了，既然他们都点了，就不让客人失望。哎，帮我拿菲力牛排解冻。啊，可是这个解冻要花很多时间。 那就对了啦，啊！志明这个囡仔，唔那料理的功夫好，拄着代志应变能力嘛真强，确实是新店华都帮上盖好的人才。这是利用金属导热的特性，所以不用5分钟。 就可以解冻，哇，志明哥，你好聪明哦！真的哦，好啊好啊，快去忙快去忙哈！好啊，妈，你拢做遮侪年啊，还在拿尺量哦？哎呀，无法度啊！阿妈妈做啥做遮侪年啊，用手用惯势啊啦，无法度改啦。啊，你看。 这豆干吼，安尼一块一块用手扭过，特地拢变大块，看起来吼，佮足好食款，佮足精髓。安尼伤过规矩啊啦！若是我，一定会冻袂掉，完全没有发挥创意的空间呢。啊，妈妈那就甚物创意，我也无会天分啊啦。你若有创意就好啊。志明，你安尼这熬煮食吼，妈妈实在是足欢喜的嘛，足满足的。 妈，你的豆干哦，全世界最好吃，我最喜欢吃的啦。当然哦，迄厝边过一个人，大拢也讲我卤的豆干上好食。<笑>妈，我帮你泡一杯蜂蜜柠檬茶，你要记得喝哎。好啦。那呢，我先去餐厅上班喽。好啦，你去忙你的。 妈，你要加休困，莫伤痛，吼、哦。妈，再见。 Thank you.
哎、欸，啊，你今仔转来哪无出声啦？三妈，哎呦，啊，你今仔是安怎？那面色无好啦？哦，我知啊，你一定巴肚伫咧枵，我来煮暗饭是好。你看一下电视，我炒几样啊菜，念咪好。啊，免免，我先拍电话志明啦。啊，志明是安那啦？啊，煞毋知平常时我若拍伊哦，伊拢会随我回。我今仔拍几十通拢无我回呢，毋知创啥？你看啦，即嘛是食饭时间呢，迄餐厅哦，当无闲，伊哪有时间接你的电话啦？安尼，我看我也是拍一好啦。哎呦，你莫安尼无，你若有啥物代志哦，啊，毋是转来才讲啦。我来啦来啦，出代志啦！啊，魏总啊，你是安那啦？话甲戏戏球安尼。啊，你们都没有看电视哦，新闻都在报啊。现在为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。位于台中市中港路上的中港路卫武康哦，晚上七点钟左右发生严重火灾，外线瓦斯遇到火源，瞬间引燃周围可燃材料。一方面往一楼其他部分延烧，另一方面则寻往二楼支楼梯向二楼扩大延烧。由于正值晚餐时间，餐厅员工又未能及时疏散顾客，内部人员逃生不及，造成64人死、11人受伤的惨剧。目前已确定的罹难者名单有：林耀堂、李秀燕、吴秀云、林志明。其他罹难者尚在调查中。啊！志明！啊，住！志明！志明！住！人一命，我一命。妈妈干嘛用我的性命换你倒转啊？阿珠啊，你莫咧，家己就参你家己啦。这样一切拢过是命啦。我一个好的囡仔，都安尼无去，志明安尼少年，连某都还袂娶着，是哪伊的命会安尼？天公命哪袂安尼对待伊？沙拉酱，我甲伊讲，因刚食药，我若知影，我倒来老谭厝诶，叫伊莫去上班。这三个囡仔，志明上友好。大概我若是艰苦的时阵，伊就请假，转来找我看医生。我若知影今仔会安尼，我就破病啊！
我下当倒来厝的，嘛要我后生叫伊紧接我。原来这么讲，拢是我妈，拢是我妈。你来跟我点两碗，阿辉总歹食。无啊，伊就讲啥物要去因同学厝的，要借课本啊。啊，讲啥物这两天哦，就要期中考，所以哦，无要转来食。来，试看卖，这物件哦，我拢有食过啊，真正袂歹食呢。你食看有及格无？哈？是安怎？咱无想要食。我袂晓啊。唔是啊。袂晓你嘛是爱加遐食淡薄啊，啊无我菜煮遐多，加浪费个啦。你食就好啦。阿祖啊，迄代志哦过着已经过去啊，啊你安尼规工踮遐想，对你来讲敢有较快活些？我知啦，我知讲哦，我讲啥哦，你拢无想要听啦。遐毋过哦，我无讲也袂用个啦。其实哦，咱志明哦，伊嘛真好运啦。伊哦，行了哦，嘛真轻松啦。伊也无看无路，也无烦无恼。结果你咧，刚当面咧唔愿讲啥物，早离开，唔愿讲伊去拄着即款代志。迄无得啊，后人早就已经去出事啊啦。啊，你还佫坐当遮安尼，伫咧烦恼，伫咧心烦。日子哦，同款也是得爱过啦。咱哦，应该着安在家在做，啊，身体安尼顾好用，吼，莫去烦恼啊。来，我甲你夜菜，来，来，吼。是安那？你要讲这种话？是安那？你无要无紧，厝内底已经检查人啊，是安尼你拢无感觉？子明已经走啊，咱的囡仔无去啊，是安那？你一点仔都袂艰苦？是安那？你家己真共款，会食会困的。完全拢无感觉，是安那这么无良心、无心肝，连一滴目屎都无流过。你知影无？你这世人永远都无机会听恁囝叫你一声爸爸，你知影无？梅子，母猪师姐，我拄则有听到你甲辅助讲的话啦。歹势啦，我讲了小大声。袂要紧啦，我是要甲你讲，你无帮助志明，就表示讲是好代志。这是安怎讲呢？你想看卖？啊，咱毋是常常听人咧讲，王姓的人。拢会托梦讲欠这也是欠彼，会甲亲人讨物件。是哦，你无梦到志明，就表示讲伊啥物拢无欠，已经行伫神道上啊。这是伊的福报，所以你毋免烦恼啊。啊，我真正拢毋免替伊做啥物代志。你毋免阁替伊做啥物啊？你爱做到，你爱好好活落去，让志明知影讲，虽然伊无伫咧你身躯边，
你嘛是有你家己人生的路爱行。啊，不过我真正唔知影，我阁活落去的力量伫倒。慢慢来，唔免着急啦，你一定会找到的。你还阁有你的先生，甲恁两个后生啊。叫你吃早餐尔，你就起来啊！啊，这为总煮的啊？不是啦，是我煮的啦。来啦，摊烧羹吃。好。阿伟总已经吃饱，去学校啊。拄则吼，我甲伟总讲好啦，以后这三顿。给我来煮就好啊！啊，恁两个爸仔吼，唔免为着食三顿，伫咧委屈恁的巴肚啦。安尼讲起，我前暗煮足歹食。唔是啦，之前你慢慢煮过啊，即摆安尼算讲煮了袂歹啊。我是想，莫阁予你操烦落去啊，一阵啊，予你真辛苦吼。袂啦，你若当紧好起来吼，较好紧。子明，你已经还完所有债啊，啥物拢无欠，后世人。会搁较好。你安尼讲哦，就对啊啦。即摆哦，咱志明啊，伊哦拢无烦无恼啊，所以你哦，也无需要搁为这个烦恼，哈。你放心，妈妈已经找到新的生活，我相信以后，我跟爸爸。一定会愈来愈好。